看看，有好多，好多，好多，好多。我们的双汇火腿肠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坤。今天也算是每日一餐时间吧。今天是我准备跟那个我的小情人一块去买个东西啊，去一个中国物产店，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店，也大概是15分钟左右。飞姐你好啊。你好。これ誰？爸爸。你戴着爸爸的大眼镜，看着很酷啊。看看有什么东西，顺便买点东西给老表送我去，让老表也尝一尝，就是怎么说叫螺蛳粉啊之类的，给老表尝一尝。好了，现在出发，看看有好多。好多好多好多，我们的双汇火腿肠。还有各种各样的。好了，东西买完了，回来了。我就是目标就是买它，我们老家的十三香。在网上买的话是要买定一定的东西才会免邮费，邮费还是比较贵的，所以直接去实体店买还是比较合适的，就买了几包吧。我的话没这个东西，我感觉吃饭都做饭的有点不太香，所以今天特意去买这个。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这个甜酒曲，就是米饭倒进去拌一下，然后弄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就是甜酒。然后今天中午饭冷冻的汤圆，还有冷冻的水饺，今天中午就吃了两个，先简单的一顿中午饭。好久没吃过汤圆了，今天也弄个汤圆吃吃。好，现在开始煮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同时煮水饺跟汤圆，看一看什么汤圆。哎呀，看着不错啊，这汤圆，哎呦我天，汤圆都裂了。啊，叶子都裂了。有可能是我的做法不对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把汤圆放到锅里了，然后就出现这种。开始掉粉末，这汤圆我估计要成为汤圆的粉末汤。开始了，我就觉得直接把饺子丢进去，就来一锅。跟我想的一样啊，我这成了，哎呀，这是毛线的汤圆儿，这汤圆有点，有点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。但是应该是也不错，咱先弄一碗尝尝啊。饺子也煮好了，开始准备开饭。好了，简简单单的。哎，汤圆。汤圆。汤圆。本来打算今天我们家自己包饺子呢，既然买了，能卖的有，那又买冷冻的，还省事还好吃。汤圆。我老婆人生第一次吃汤圆。我可以写的前面工的人。ゆりちゃんこれ美味しいよ。一個だけさ、これちょっとかけて。なんか。ねえ。こっちとこっちかけて。美味しい。よかった。虽然是卖相不好，但是我老婆是好吃。中国語を覚えて。みんなと一緒に喋りたいです。想出中文和大家一起说话。また小学生になったら、またずっと泳げるプールに入りたいです。另外，如果又成为小学生的话，我想再进入游泳的游泳池。どういうこと？どうする？あなたは日本語もちゃんと勉強してください。你也要好好学习日语。また大人になったら。ママのお化粧を借りてメイクしたいです。我想在成人借妈妈的化妆装装。装装装って何なの？汤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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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顿中饭。本来是像这样的星期天，我休息，我老婆也休息，我们一家四口人应该是出去玩的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疫情的原因，哪儿都去不了，所以只能在家了。所以今天也是特意带我闺女去那个物产店看看。我老婆是第一次吃汤圆，但是觉得很好吃，很不错啊。我闺女是她没见过东西，她就不会是去吃，哎，所以没办法。
好了，今天让我省个劲儿没做，就下去煮了一下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